我是邓老师，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香蕉树的各个部位。大家都知道香蕉树，对吧？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个小视频，我们看一下香蕉树是如何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视频，大家知道香蕉树的生长过程了，对吗？那么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对了，这是根，根，香蕉树的根。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果实，果实，香蕉树的果实，我们又叫香蕉，香蕉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香蕉树的茎。课程就学习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